我们注意到美方时常发表这种自相矛盾的言论。我想强调的是，台湾是中国的台湾，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，要由中国人来决定，不容任何外来干涉。无论美方说什么，都改变不了中国统一进程，动摇不了我们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。凡今之人莫如兄弟，两岸同胞是一家人，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。但如果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，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，一味推高两岸对立对抗，甚至不惜将台湾同胞置于危难境地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以行动说话，采取必要措施，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，坚定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切身利益。